行李袜子都背了。最爱灰。Hello, welcome. 多了就是任性哦。早晨有点凉穿的，现在热了才想起来脱哦。脱一双，还有一双。天爷，就抱着要舒服一点。九月，看到吃的就跑得快。你看，你看，对着镜子看一下，对着那边看一下。过来。今天是30多度的高温，汗流浃背的，店里实在是太热了，连裤袜上的胶都湿了。试试我这个高筒袜。太长度不够。太红了这个裙子。啊，实在穿不出去。只能拍视频穿一下。好看吗？你们说。你看这个小赖皮趴下来就不下去了。哎呦。下去。你看这个小赖皮，快下下下！哇呀，你下雨也罢。这么艳的衣服，你们敢穿吗？阿丽姐就敢穿，好看吗？